师父说你不能离开，今天谁也拦不住，你让开！不行，你不能离开这里半步，整个昆仑山都有结界护着。师父，师兄，对不住，尉迟哥哥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 我很快就要成为这三界最强大的王者啊！你曾说过你要嫁给我。
회화요요요. 报恩就是以身相许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永远在你身边。画北上的龙王会保护他爱的人，我也会保护你的。我既以身相许，自是永世不变。 已经把元神给了我。 一笑。